那您拿着我们的 S 五千，您觉得它手感怎么样？我觉得触感还不错呀，就是就是说感知的评价呢，像一个会很迟钝，它还挺惊艳的。嗯，那您觉得重量呢？重量还挺轻的，很好的，像这么瘦，一个手也挺轻的。那您现在简单体验一下我们的 S 五千，您觉得它有哪些优点呢？我觉得它挺轻的，确实挺轻的，因为我经常用那个 iPad 的时候，我就知道它还挺重的。您平时用平板吗？很少，很少。那你平时我觉得这个很可以。手感上觉得呢？没事，您直接说，没关系。手感上，没什么感觉。我挺轻的。挺轻的，嗯。那您觉得 S 五千拿在您手上手感如何？嗯，我挺不错的，挺轻盈的，然后也有点薄，感觉挺好的，比较薄。啊，从外观上来，觉得这个咱们 S 五千拿在手里边，它感觉还是挺好的吧？蛮不错的，蛮薄的，好，对，这触感不错，而且说，你看，换个小孩子，手机不一样。比如说有时候我也会用玩手机，所以变成如果比如说你拿在手，然后刚好，然后也不要太重的话，其实用都会比较舒适。舒起来就是坚持会是好一些，不是好一些就是对啊。哎，这个美女试试。倾国倾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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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轻松出行，轻松享受，绝对比台北好。当代美女的最爱，精神力，随时随地都可以。